100吗？对吧？嗯，这个调到120-125就行。啊，豁牙125。对，豁牙125，这个定位过度也不用管它。嗯，啊，可以了吧？嗯，这个时候我们点一下树洞。嗯，树洞啊。嗯。然后呢，把机械移的就是切割地点啊。嗯。往下调。嗯。然后呢，坐标清零。嗯。这清的表，嗯，这不清的表了吗？嗯，这时候我们调个图形啊，嗯，代表我们播这个图形，嗯，然后50，我们调个小一点，调个30，我就调个10，嗯。OK 啊，先自动去修改一下速度。嗯。速度1800吧。嗯，这是多厚的板子？6毫米。6毫米板子，负压120，电流100。嗯，1800啊。嗯。然后电回车，这不1800了吗？嗯。这时候点一下，它就开始工作了。运行，下一。嗯。啊。好啊。开始把空气关了啊！开始了啊！